你们中间最大的是谁？小九。我吗？吴总，你们队叫什么名字？不要伤害人家的感受。我知道说什么年轻活力什么的。大九，你想一下 ，Big Nine， 你想一下 ，Big Nine，Big Nine。你想吧。我叫德卫队。德卫队。哎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。真的吗？德卫队。是拼音的卫队。我们来一个。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不要再叫胜利队。陌生队不行。不要再叫胜利队。让我们叫惨败队。也不好，也不能太惨。老油条怎么样？啊，不是，啊，不是，就是自卫。我们是老油条，就是很熟练的一很熟练的。但是你刚刚说不要再叫，不是老手队，老手啊，不要，这更不要这样带老的。高手队还是我们就延续他们昨天，我们就是昨天的 boss 队 ，boss 队 ，boss 队。